病毒疫情每年三月下旬开始上升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达到高峰，而九月开学季也是学生感染长病毒的高峰期。为了加强学童正确洗手的观念，预防之道首重洁洗手。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呼吁民众、教育机关要落实环境清洁以及消毒洗手设备，以维护学童甲幼童的健康。长病毒疫情每年大约为三月下旬开始，患者以五岁以下幼童较侪，同时也是重症的高危险群。因为一般成人感染长病毒大多无症状，也接受轻微的感冒症状，容易成为潜在的传染源。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呼吁家长甲学童，回到厝时先换衫，洗手后才望婴幼儿，以降低感染的机会。目前长病毒并无疫苗，也即是特效药，而且酒精性打洗手对长病毒是无效，只有落实勤洗手、破病尽速就医、破病无上课，建议使用含氯漂白水100cc， 加入10公升的清水七地板、顽固门壁等，才会使有效防止感染到长病毒。嘉义市政府卫生局提醒家长，在照顾病童时，应该注意是否出现动静征兆，比如说爱困、意识不清、脚手无力等。一旦出现病症，请马上送到嘉义基督教病院以及圣玛丽堂病院接受适当的治疗，以免错过治疗的黄金时间。新闻台屏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